他每次说来你那边就得见你爹妈，会不会是个借口啊？这样就可以不来了，因为你肯定拦着他嘛。来找你不需要一定见你爹妈的，一个礼拜来一趟也可以不见你爹妈，对吧？为什么每次说这个话题的时候都说要见你爹妈？不就是为了让你拦他吗？你明明不喜欢了吧，你还得站着。站着也就算了吧，你还要摧毁他，你知道吗？你就谈到关于他发胖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都动了恻隐之心，但你的整个语气，我感受不出来他是你女朋友，真的，就你没有一点点的同情，或者说有一点点的爱慕、爱意，你都没有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因为审美而相爱，就是他身上一定有我喜欢的那个点，所以我们才相爱。慢慢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就你不再为了审美而相爱，你是因为心中的一种执念而相爱。它像什么？像你本来就看到一苹果，然后你想吃，然后抓手里面一直没舍得吃，有一天你就看到它烂了，看到它烂了的时候，你要么把它丢了，你要么把那个烂的地方挖一下，剩下的吃了也行，你不。你抓那苹果哇哇大哭，你就说你给我变回去，它变不回去了，它只会越来越烂，到最后都烂完了。所以姑娘，你现在所有抓住的东西都是自己内心的执念，而在这样的执念里面，你变得越来越糟糕。爱不是执念，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彼此爱过的话，就放对方一条生路，因为那也对对方来说。可能才是最好的，就这样。我大概知道你们为什么会喜欢上彼此，因为你曾经是美女，游泳教练身材应该也很好，因为你曾经是餐饮店老板，生意做得还不错，算是事业有成。你们两个人如果倒退，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, yeah. We were built to thrive, yeah.